你相不相信爱情？是很相信，还是很不相信？对于爱情，你会主动的努力争取，还是被动的静静等候呢？你问我，我应该就是在这个象限吧。干嘛啊？哦，美梦都变噩梦了。可以平安睡到下课，很幸福，好不好？我有一次做梦，梦到在考试，一题都不会，吓醒，结果醒来真的在考试，很惨吧？你刚做什么梦？那女神哦？管我！不要再想了啦！那你们擦肩而过那么多次，衣服都擦破了，擦出什么吗？总要打球了。瞄准一点，把篮筐想象成你的女神。我和我的女神差距真的那么大吗？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也是在这个篮球场。不管你们相不相信一见钟情，那一刻，对我来说就是命中注定，但命中注定，我也有一个高品质的对手，篮球队长帅义强。他是外文系新进系花碧昂书，别想太多了、啊。如果女人是衣服，她就是你买不起的牌子。虽然你帅得比我明显一点，不过在这种全民拼爹的时代，你们背景差太多了啦。事都没事，我才不想认输。看来我需要一个真正的军师。追女友不能像做菜一样，等什么都备好了才下锅。你现在的状况已输在起跑线上，必须火速加快。好吧，看在兄弟的份上，今天传给你我家祖传的无敌鸳鸯必杀技，让他每个细胞都爱上。第一招，见面三分情。你必须努力地出没在他出现的课堂、走廊、食堂，要自然而然地出现。记住，表情千万不可猥琐。什么？不管用？看来你需要更猛的第二招，不打不相识，创造一些偶发的意外场景，借此和他产生交流。看来这次的确有难度，我只好直接将最终极的招式传授给你，霸王硬上弓，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场合，让你们认识彼此。
比如说修同一门课，分组分同一组，或者是参加一个 party。 啊，我们下周吉他社有一个迎新会，不如你就来当招待，这样呢就有正当的理由可以跟他认识了。同学你好，我是碧阳苏。哎，你很无聊啊。骗到你了哦，果然阿良跟我说我是真的。大家陪我那么久干嘛生气？你是天使我也是天使，难怪我们只能当好朋友。放心，待会你的恶魔女一来，天使与恶魔马上天雷狗龙地火。硬件够硬，软件够软，又帅又是富二代。哎，兄弟，好了，不要难过了，大不了清明节的时候买一束鲜花祭奠一下还没出世就死亡的爱情啊。这几天这么努力哦，我看你也很感动。吃不到天鹅不会连鸭子也吃不到，看开一点。好了，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，你们先走，我说一下再走。大家都觉得我很傻吗？自以为遇到了命中注定的真爱，就拼了命想认识他，相信不对吗？坚持不对吗？认清自己斤两，乖乖回到应有的位置，才是对的吗？哎，同学，请问吉他社迎新会结束了吗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这是新的天使与恶魔可爱多，就跟我们一样，天使，恶魔。虽然你错过了迎新会，不过我可以为你表演一首歌。啊，对，我还没有跟你介绍我自己，我的名字叫做小勇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因为我最近常靠你啊，所以就跟同学问了你的名字。同学，你有了这一刻，一切都值得了。被笑傻也好，自不量力也好，还好我还有力量坚持下去。爱真的很奇妙，一开始你总是遇见他恶魔的一面，面对未知的不安和失败的恐惧，让人犹豫不前，但只要坚持并跨过这些挑战，他就会用天使的一面熊抱你。管他爱是天使还是恶魔，这一刻爱吧。你相不相信爱情？是很相信还是很不相信？对于爱情，你会主动的努力争取，还是被动的静静等候呢？他是我的死党，生物系的可可，小时候被人说是努力读书的学霸女，上大学后
突然意识到女孩子的外貌在物种竞争上占有绝对优势，所以她摇身一变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想她应该是在这个象限吧。找男朋友，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，我们一定要仔细评估各种男性物种的客观条件，才能激发出更好的下一代。千万不要被浪漫爱情这种不实际的东西冲昏头。浪漫爱情就像华丽丽的晚礼服，你才不会一天到晚都穿着它，很不实用。天哪， I'm so sorry。作为失败的典型，你其实还挺成功的。Oh my god！ 我要 hold 住，我要 hold 住，就是他了。我们篮球队的目标是全国第一名。同学，我请你们吃可爱多。新口味，天使，恶魔。哦，谢谢。你好，我是生物系的可可，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好，我是商学系的帅义强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谁都没料到，学校的风云人物帅义强会这么容易就认识，并且成为朋友。当晚应该气死那些一直犹豫不敢行动的人吧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可可有一点痛。在义强眼中，可可或许只是众多女性朋友中的一位，但很绅士的义强对于可可每次的邀约几乎都没有推辞过。哇，都好贵哦。我要这个，然后这个跟这个这个。喂，哦对，有啊，我跟学生会长联络过了，球场本来都是我们篮球队在用的，那如果你现在把我们的时间占掉拿去做彩排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在路边练球吗？只是约会，算不算男女朋友？该不该有期待？他会不会打电话来？你觉得他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觉得自己现在跟纸片一样，对他的爱越来越重，都感觉不到另外一边的重量。你变了。你以前问我爱情一斤多少钱，你怎么现在连爱的多一颗少一颗都那么计较？我就那爱计较。而且人家现在付出这么多，当然希望他跟我一样。那你就把他约出来，把你的不安跟他说个清楚，然后再问清楚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。好啊。这个礼拜天你们有没有空？礼拜天有空啊。有啊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愿不愿意跟我们篮球队一起出去玩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哇，如果你们陪我们出去玩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去山上看夜景，还有泡温泉。夜景啊，一定很漂亮。哥哥，怎么啦？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想说我们都有出去约会了。可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喜欢你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出去玩本来就很正常啊。
而且我也没有感受到你特别在意我。那你说你喜欢我，你是喜欢我的性格，还是兴趣，还是……我喜欢你的。我竟然讲不出喜欢人家哪一点，还责怪人家不喜欢我。我就是喜欢你帅，喜欢你有钱，这些理由我竟然开始会觉得肤浅到讲不出口。仙人掌，不用一直故作坚强。我以为只要符合评分表的标准，我就可以放心去爱他。你知道我每天都会去敲门。Coco， 你在吗？你好吗？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？还是要载我回家？我以为这样就是谈恋爱，没想到我根本没准备好去爱一个人。要如何爱一个人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对错。在爱情里面，不是全力以赴，因为爱吧，想看他笑，就看他幸福，想懂他的心思，因为他爱他，有时候连他怎么复述我都不去计较。爱情不是猪肉，不是用什么单位来衡量、来计价的。可可啊，你之所以会难过，是因为在你心里的最底层，你是一个在乎而且渴望真爱的人。这样的你。太多了。哎。嗯。卷毛牛烤。卷说话。哎。哎。一斤多少钱？学你的啊。如果要给爱情开个价，你根本无法得到真爱。门当户对，官爹富娘，有房有车。我们听得太多，但却忽略自己心里最初的声音。安静下来，发掘自己内心底层的心跳声。这一刻，爱吧。真爱是什么？有一种人，他们不相信有真爱存在。即使有那么微秒奇迹式的几率，他们也只愿被动等候。东西呢？最佳代表人物是我们学生会主席吕无双，一个深信真爱不存在的奇女子，在去年的联欢会，用自己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去会见网友，没想到。从此却更封闭了。人呢？不是约好要拿可爱多当信物的吗？怎么还不出现呢？
哇，我们的会长今天造型很突破哦。没什么吧，不是他，看他样子都快把可爱多吃完了，还不是因为这活动是我主办的，不然我才不想穿成这样。难道是篮球队队长帅一强？哦，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心脏病病发。
98度的水就快要沸腾，这个时候差一点就会变成水蒸气，一种全新的状态。但若此刻的你决定停止燃烧加热，它就会冷却下来，水还会是水。你身边有没有很多相信真爱但始终无法跨进爱情的朋友？恋人未满的暧昧阶段就在这个象限，爱现在98度。水开了，水开了，水开了。哎，我来吧。我来啊。我来啦，小心烫。哎，你觉得两个人要走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有可能确定走在一起啊？你是说原地踏步的好朋友当久了，想要进一步当男女朋友？其实我跟他也不算是朋友，只是每次我跟他住在一起，觉得他就是一切，不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像他。好，因为是好朋友我才告诉你哦。三个信号，只要全部都是绿灯的话，保证恋爱之路畅行无阻，一路狂飙。第一个信号，眼里 only you。你带他出去的时候，他眼睛有没有一直看着？有吧。第二个信号呢是吃饭 so happy。谈恋爱的人哦，吃什么东西都特别有味道，就算白饭也不咸淡。你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他表情怎样？有啊。第三个信号呢是主动 take care， 因为是两人世界，所以当然不希望对方压力太大，当然就会主动帮忙分担。哎，你说那三个绿灯的条件其实都蛮符合的。谢啦。那我就去啊，去告白啊，在哎，下个礼拜是齐家社的期末表演，我想要给他一个惊喜，帮我想一下。这也要我想？拜托。好，那你就在台上对他唱情歌啊，然后结束就请他上台啊，然后再，然后就这样亲下去。够 man 吧，这样烂透了啦！我教你一个方法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谈恋爱啊，才是最大的冒险。什么高空弹跳啊、登山啊、滑翔翼、极限运动，不就是死吗？不过谈起恋爱啊，真是让你生不如死。不过，我还是喜欢冒险。有人谈恋爱谈出心得了。喂，唐叔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拜拜。才说完冒险，新的挑战就来了。怎么办？我还没做完呢。没关系，我帮你。你去约会。真的？确定？那我走了，明天晚上见。谢啦。
下来这首歌，我要献给一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。然后我也要谢谢我这么多好朋友，克隆了这么多个我来替我加油。明天台上见。可可呢？可可今天早上说家里有事，所以提早回家过暑假了，才叫我来替他表演，现在应该已经在火车上了。不是说好要挺我吗？可可怎么不见？生气了？还是生病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可不在，我会突然那么在意。嘿，小友，恭喜你告白成功哦！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看到为爱勇往直前的你，就算是冻水，也会被你沸腾的。而我对你的感觉也渐渐的升温，不知不觉的也到了即将沸腾的98度。为了维持住我们的友谊，我很想努力压抑让它冷却下来，但突然在这一刻，我想通了。我们说过要做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这个秘密我应该告诉你。水从此废了，我们就再也不会是原来的状态。但是我不怕，能在这一刻勇敢对你坦白，就代表我都在意你。这个夏天我会好好整理自己的心情，下个学期我们还会是好哥们。祝福你们，可可。98度的爱该沸腾还是该冷却？如果因为害怕改变现状而退却，就永远不能感受真爱沸腾的炽烈。面对98度的爱，不要犹豫，让爱如此真实坦白。这一刻，爱吧。你的爱情在哪个象限？是真爱无惧，还是现实主义？是恋人未满，还是哪有真爱？爱的路上，我们总会遇到被挑战的一刻，这一刻我们需要多一点坚持，这一刻我们需要多一点舍弃，这一刻我们需要多一点信仰，这一刻我们需要多一点勇气。毕业后的第一年，我们约好在熟悉的教室相见，有人到父亲的公司开始一番事业，有人有了全新的样貌。有人正在享受人生里的第一段恋情。有人出国念书放暑假了。继续品尝生活中平凡却幸福的甜蜜。还好，那一刻，我充满勇气。还好，那一刻，我绝对真心。